问你哦，你知道外国人叫做洋人，外国的酒叫洋酒，那外国的玩具呢？哦呀，你思想真很歪耶。什么思想歪？洋娃娃哪里思想歪了？哦，好好，那我再问你哦，你知道外国的电影叫什么吗？那当然就是我最喜欢看的西洋剧啊。哦，我才不喜欢看浮夸的电影嘞。思想歪，西洋，让我们欢迎第六组国一八八 YMCA， 掌声。
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